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庄明雄哈庄老师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好，谢谢，谢谢。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先甲恁恭喜哈，恁知影伫这个最后的时刻，阿堂来上课哈。即卖已经越接近这个执掌政权的时候哈，阿恁这些说话算较。上新的最后的一笔啦，吼，大概差不多。听无台湾话，举手我看麦。哦 ，OK， 是，拢总听无，吼、哦。听有，好、哦、，OK， 我知影，好，好。我今天主要上课，哈、哦，就是要讲这个台湾的国际地位，阿康。把您做一个法理的总整理，这个法理你如果没有总整理起来，哦，你迄、那个要跟人讲讲无话啦，或者你要跟人讲讲一半就人害啦，唔知影要哪讲啦，哦，我今天会做一个总整理，让你们安尼到时要跟人讲的时候，唔免阁看讲哦，安那啊，对，当讲出来整个 whole picture， 整个的那个，哦，我来哦，告诉各位哈。哦啊，我今天要讲的是，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是啥啦？哦，目前啊，在还没有讲到这个国际地位的时候，我要先讲那个，这个是什么 ？T 是台湾 ，C 是啥？啊 ，civil 哦，民哈、哦、啊。Government， 一是 government 是政府了哈。台湾细胞 government 哈、哦，台湾民政府。啊，咱昨天晚上开幕的时候有唱几条歌？三条歌哈、哦。第一条是唱啥 ？Extra song 的、就是，这是迄、那个。出埃及记歌啦吼，这个是世界最有名的一条歌，或者出埃及歌吼。阿、啊、林，我们那个荧幕上好像都是英文啊，中文很快就过去了吼、啊。我特别把它翻译做这个中文吼，阿、啊、好大家看有，用这条歌是在唱啥吼啊？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这土地，给我这勇敢古老的战场，当朝阳照着吼。啊我在用红的特别写，每一条国歌吼，每一个国歌吼，一定有一个这个要紧的事，就是 run free， 你也当他们要自由的奔跑，自由了哈。你看迄个美国的国歌，德国的国歌，拢一定要这个国歌哈，自由讲到自由啊、如果是天皇或者是女皇哦，这款的迄个国歌哈，就没有讲这个了。那一种国歌的喜欢的，吾皇万岁万万岁，永久健康啊，是不是？那个是，比如说英国的国歌也是这样，日本的也是这样啊，嘛是讲吾皇万岁啊，让他活得很长久啊，现在哦，啊那是民主国家吼、哦，一定拢是这个重要紧 ，run free， 这个自由，这个重要紧吼。哦好，请牵着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土地，带领我行遍这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但只要你在我身旁带领我，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阿杰公讲，将这土地变成家园。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将奋战，将这个土地变为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哈、哦，哎，这是迄、那个咱这个临时国歌哈。哦那个主要精神，这个是叫做出埃及记，真世界真有名的一个歌啦。啊，用这个歌，咱个，因为我们还没有编我们的国歌嘛，哈、哦。我也介绍这歌有目的的，就是那个内容哈、哦，要有自由哦。但你我也用美国歌，我能看嘛是讲自由，所以我们现在我。我讲这啊，各位恁若有好朋友会晓音乐的，吼、哦，叫即摆赶紧来写，啊，到时入来
当投稿，啊，我开来审定讲，哎，对几条歌让用委员会来审定讲哪一条歌，我们来当作我们以后的台湾的民政府的国歌了哈，用这个给咱安做几个简单的介绍了哈。哦，所以那边用要走哈，你有好朋友什么要那个自由那个最重要哈。来，啊，这个因为啊，这日本国歌，日本是天皇的，啊就是有歌颂天皇万岁万万岁嘛哈。这个这三十二字呢，起码有啊哈，这个三十二字呢哈，啊，这是咧第四代、千代、八千代、四十，后面我足久了，成家的青苔生了哈。哎，反正起来是安尼啦，就是讲那时的前提安尼，安尼永远一直咧老啊，哦，啊就吾皇万岁万万岁，差不多是咧讲起了哈。啊，这条歌吼，日本国歌吼，1914年到1945，咱就敏感的是甚物日？二次大战结束啊，伊麦克阿萨吼，这个咱讲麦克阿萨吼。我那足得去了，未使唱国歌。咱1945将日本的国歌，你未使唱，哦，不能唱啊。所以就到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就日本就没有国歌了呢。啊，到当时呢，这无偌久以前嘛，吼，1999到现在15、16当前呢，他日本国会讲，哎，我们还要唱国歌，啊，他国会他通过说好。我们再唱那个Kim Ga Yo啊这条歌，哦哦，开始安尼唱十几档年嘞，因国歌有哪去有麦阿萨个会记的哈，啊这条迄三十二字了啦哈 ，Kim Ga Yo 哇吼这，啊这条哈虽然只有32个字，可是它并不是全世界最短的国歌呢，全世界要有人国比国较。国较短的国歌啦吼，啊，足水的一条国歌。您又是倒位？什么地方？我有写伫遮。啊，乌干达。哦，乌干达这个国家，他那个歌吼，25秒就唱完了。哦，25秒了哈。哎，真正第5秒就唱了。啊，但是吼，我唔敢用出来，伊这个国家足奇怪。你跟他唱哦，他要缴那个版权税啊！哎，啊你哪里领导吼？该个版机，哎你等于个拍这 UGA Uganda 啊个拍 National Song 哦国歌啊拍里面个听一摆，你何必得了啊？啊足水啊！我若当家用个爱个纳税啊！哎，我都委婉你了哟！啊，所以你等于家己听 Uganda。啊，等于伫上网啊，去啊听这个歌，爵士乐歌哦，爵士乐歌，差不多看艺术歌曲，看咱足柔和爵士乐歌了吼。哎、哦欸，这是乌干达了吼，我各位知影者，真是乌干达，25秒就了了吼、哦。啊，佫再来，这是美国国歌，啊，美国国歌是当时做的呢。美国国歌吼、哦、是在美国。反对英国统治的时候，亚克力战争的时候做了一条歌啦，啊，这条歌他们认为有意思，就所以以后就用这个做国歌，在还在战争的时候，还没有独立的时候，就有这个歌了哈，啊，所以我给它翻译起来，你们看看这个歌词哈，你的宰相公，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谁的？阔条明星冒着一夜的炮火，哦，一国歌里底那个冒着一夜的炮火，迄是啥？迄看你的英国，一个咧小镇的时阵，哦，冒着一夜的炮火，底下啊呐，依然哈、哦，在我金碉堡上，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啊，天光起来讲，哎，咱的国旗还搁底下，无去哦，迄个英国甲咱拍败去，啥吼？你看。新条旗还不是还高高飘扬，在这自由的国家，哎、欸，拢爱讲自由啊，哈，国歌啦，哈，国歌拢爱自由哈，勇士的家乡哈，自由哈，哎、欸，所以你看，迄、那个，拄啊，像咱咧唱迄条也是强调 run free， 啊，这嘛是 run freely 哈，即、這个，
所以你若有朋友会向遐宣告，讲要做这个国歌，啊，主要啊包括自由，啊，卖吼，卖乐乐等啦吼，啊，个安，啊，民主义，哦，好，卖安尼死气沉沉啦，较遐的吼，美国国歌你若唱，有人足遐的，哦。Oh, say, can you see my wrong? Oh, 啊，英国国歌嘛是哦，足起啊吼。哎，这是迄个基督教的，去我看下，很多。好，谢谢。这条歌吼，在基督教长老会吼，唱一二十档啊啦吼，叫做《台湾翠枝》。太平洋西南海边，吼，哎，唱足久的，1993。做告诫嘛，差不多长老会用这条拿出来做国歌啦，哦，啊，但是这条吼，要做咱的国歌吼，就歹唱，就歹唱。哎，会晓唱这条，来做来唱看嘛，做一扎的，是告诫的。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翠枝，我唱告诫的。足歹唱呢，安怎歹唱？我讲你听，太平洋西南海边，用鼻腔咧砍，用美丽岛台湾翠枝，有个啊，就要唱诶，好听足歹唱啦吼。啊，我有甲作者反映讲，啊，开无啊。哦，那个拿啊，砍落去，我继续好听哦。啊，七砍掉半天嘛，吼、哦。B， 吼、哦，小孩 B B。啊，这个以前一个瓦的孙吼，这是啥呢？第二个牧师，正格义牧师，你唔知在话第二个牧师最近他过星期一下厨了。啊，可是这个作曲是谁呢？哦，鼎鼎大名，全世界有名的。萧泰然，哦，萧泰然，你捌听下无？哦，这条是做的呢。啊，我讲伊讲啊，你着去找迄个填词的人哦。伊讲咦，我有甲讲啊，伊讲咦个，是，哦是。啊，我讲欸，老兄，啊，唔过来做一条吼，即阵台湾民政府要唱的歌，啊，伊吼讲无法度啦吼，伊甲我讲伊无法度，伊你写无？即个啦，即萧泰然啊，伊伫。但是两年半前吼，伊转来到学校啦吼，伊长荣中学教我三届款，啊，转来我了讲，老哥啊，毋着个，阮即摆咧民政府咧欠国歌吼，毋着来做一条，啊，伊讲，他实在是那一个食道癌吼，啊，就即摆伫美国加护病房进进出出 ICU 吼，那个。Intensive care unit， 加护病房进进出出啦，啊，所以无法度啦，然后伊无法度个甲替台湾民政府做歌啦吼，我那个拜托伊讲伊无法度了哈，啊，我嘛甲迄个郑尔义牧师讲，呜，即摆个第二站要出来了吼，可是伊即摆过身了，伊说过身之后两三礼拜了嘛，郑尔义牧师台湾基督教长老会迄个足有名的台南神学院的教授，那个作词的吼。哎，过世了，刚刚过世，要不要一个月了？来，台湾国歌的省诗哈，我先讲下，联邦还是邦联？这英语讲说 Commonwealth， 你别搞翻译，这邦联然后联邦然后，哎，那时英国有几个邦联？五六十个呢？哦，邦联啊，台湾最终能到什么？到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国家？可以吗？啊？会当未？是安那未当？啊，是安那以后会。这个吼，台湾的，即摆我今日讲个重点，台湾把你来做啥？哦，最终的就是邦联。天皇底下的一个日本，还有一个台湾，两个而已啊，两个邦联啊，啊，台民跟天皇，天皇哈、哦，有时候也可以独立呢。如果是天皇说啊，邦你去啊，哦，嘛是会当，可是可能吗？不
不可能嘛，伊早最开始放你去嘞，哎，无可能，这是伊的土地，伊要放你去，较有人讲，阮兜的土地，迄块土地卖钱，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哦，有可能啦，但是袂当实现啦，到最后还是一个邦联哦 ，Commonwealth 哦 ，Commonwealth 这个，你看，这个大英国写 British 哦，迄、那个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有几个呢？五十四个。包括属地所组成的哦，你像讲大英国协、英国、爱尔兰什么，加拿大啊，迄、那个纽西兰，哟，我足侪啦，拢总五十几个啦吼，五十几个国家，这拢是邦联，邦联啊，邦联了有家己的国家，唔是，别日啦，咱来做邦联，唔是用这个日本的国家做咱的国家呢，是咱家己有国家哦，邦联拢会当 Commonwealth 拢会当有家己的。自己的国歌嘛，哈。啊，这是迄、那个，这是纽西兰。我要讲啊，纽西兰的，因为祝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哈，拢是爱讲的自由了，国家爹爹啊，拢爱讲的自由了，哈。所以恁若有好朋友。会人会用音乐的，你甲伊讲，哎，啊，你用这个自由做一个前提，啊，来做这条，哦，来填词，哦，自由这是最要紧的一个国歌，世界拢总流行的，就是爱安尼啦，哦，来，啊个国歌唱了，大家，恁即摆章是啥物人念者？谁念这里的？哦，小姐来呢，迄些是主席爱念的哈，啊，秘书长拢叫小姐来。把你那领导这受训完毕以后去主持一个地方，换到你们要念呢，那主席的人就直接念哦。啊，这念哦都要激烈攻下来。我们有两个主张啊，有两个立场。来，第一个主张是什么？来，这位来念。第一个主张是。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使用暴力和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最后一个立场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把你那恁派出去是做政务官，政务官是亚邦出来吼，啊都爱开会都爱主席这样都爱念这哦吼，啊把你所以恁等于。在我们的网站上都有这个，你们自己要先再读的想那个纯熟一点了啊、哦，我用这个吼、哦，要让人说这是过去的组织，我们民政府过去的组织啊，吼，以前较早的组织，啊，即摆组织拢变化，一再变换的。我写这个出来的意思，要让人看讲吼。要派系的，要派系的职位吼，足多啊！现在台湾公务人员有多少？较早二十几，即摆三十几啊！迄阵报纸当下讲三十几啊，啊，咱几个人？一个爱做几百个用的呢？我要写这出来，要互恁看啦吼！这嘛无啊，这是国债，要欠的人足多啦，啊，咱也阁无够人啦，所以。那个秘书长常常讲说：“执政很快哦，我听到拢感觉昏去。因啥？我无人通派嘛，人无够人派，一个人去哦。来，我讲了吼，谢叔甲你派去对呢，甲你派去讲迄个内政事务所，我加那利息那边咋怎么派去？我想报警，免一礼拜去用兵批来转来。
人很少啊，所以用这個，有一个意思要鼓励讲各位哈。秘书长有答应讲吼，你若搁招咱招人来，招你换贴的，你的好朋友，恁囝妹跟恁啥啊，做伙来受训了，看你做伙排出去。虽然袂，即位即摆拢排好势好势，伊当做你的秘书排出去，我那教授会当领薪水，安尼你就较壮大哦，较要决定代志。我阿迄个唔通我被邓英娜呢？那邓英娜歪歌了是安那，变变呢？啊，所以吼，就哎，恁来受训了，最后是当个招人来受训，啊，看你做咧排出去，安尼较壮大啦吼，较袂黏黏冰皮啦吼。这是那个和各位知影讲，那个位置实在太多了，啊，我们的人很少，啊，你若改一口气吼，温死的，温死的，哦，哎哎，啊，所以都爱做这啦吼。哦，这边因为排你看，足侪位的呢，什么国会，什么现在众议院，什么现在到位，哦，什么科学院、法制局啊，什么现在足侪，因为缺有够侪啦吼。哦，这拢较早，即摆这拢一直咧改啦吼，咱的迄个组织变化拢一直咧改啦吼。哦，参议院31个，众议院77个，到位安尼。哦，我用这是要和各位讲，要职位有够侪啦，啊，要派出去的人足少啦，吼，啊，所以，爱个家己吼去负责看。我用5分钟甲咱讲这个，吼，这跟咱上课无啥关系，可是这是一个知识啦，吼，这是啥？这里这英语是啥？啊？伊无啦，伊无啦。Ebola 是啥？啊，对对对，我用5分钟甲咱讲这 Ebola 一个吼，伊是咱翻译做 Ebola， 英语是 Ebola， 不是 Ebola 哦。哦，那个来 Ebola virus， Ebola 病毒，英语是 Ebola 哦。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讲这个。伊的症状啦，吼，呕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啊，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我用红的写的这吼，哦，迄个用红的写的这全规身躯拢搞搞，啊个发烧，这是什么病的症状？病毒。哦，来，感冒有两种嘛，一种是普通的感冒，你敢会规身躯无力？袂。流行性感冒嘞，规身躯都无啦，迄就是病毒性的感染，拢会发烧啊，规身躯软烧烧无力哦，酸痛骨头酸痛，这就是病毒性。伊无啦，这有那是第几种 virus 的意思就是病毒啦，哦，翻译做病毒啦，唔是 bacteria， 唔是细菌的哈，哦，所以来一般会死啦，哈，一般的人是死人，主要是中风、心肌梗塞。第一种是来，我跟你讲一下，心有在中风，心有在中风，啊，什么叫做中风？血管阻塞，安尼呢？咱古早讲中风吼，其实有两种啦吼，一种是血管塞的。嘛是叫做中风，一种是血管壁破，嘛是中风哦，哦，所以中风有两种，一种是壁破，啊，一种是塌的，是安那，壁破血流未去到脑，血无够，塌的血嘛是未去到脑，哦，来，啊，即卖医学一直发达来啦，古早也袂用检查讲，古早时代也袂用检查讲这是壁破还是塌的，即卖足简单啊，随照了随知影，哦，电脑断层随照了随知影讲这是壁破。啊是塌的，谁知影？啊那塌的，无啦，有些人较做较容易啊，啊就一卡一手入去，啊唔知人入去，啊两日啊就好去啊，转去啊，安尼吼塌的。啊那壁破嘞，开刀啊，开刀啊，甲治起来啊，袂够继续流血啊，啊伊自然就其他的血管
搁对遐去啊，哦，所以那中风，哦，那什么，是我顺续甲恁负责中风，即卖，哦，两种爱搞清楚，啊，你若踢咧过两三日啦，较要去病院哦，住袂行，会上万啦吼，所以那是迄落安尼看到安尼怪怪迄哦，紧上病院就对啦，唔通干咩讲乱搞，讲变啊变啊变啊，唔通紧上病院，病院就有法度甲你解决吼，这是直接咧讲中风啦吼，啊，心肌梗塞。什么叫做心肌梗塞？哎，什么叫做心肌梗塞？来，这个我刚才要问这个呢。哎，不，不是急心，急心另外急心。什么叫做心肌梗塞？咱这个名字你常在听，常在讲。心脏塌的，这要记一下。心脏的肌肉啊。这个翻译了就歹了哦哦，英语是叫做 infection 的意思哈、哦，你个翻译是梗塞啦，啊梗塞，刚听到那时候读的迄个意思，梗塞的意思的英文叫做死去啊，心肌死去啊，心脏的肌肉死掉了，叫做心肌梗塞了，不是脱掉了，肌肉还是什么脱掉嘞？别哦。心肌梗塞的是心脏的肌肉死掉，为什么会死掉？回不来嘛，哦哦，啊你无论是踢的还是踢的较济啦，跌破较少啦，跌破除非你痛的时阵痛了跌破的啦，哦，啊无论踢的啦，哦，所以心肌梗塞的是心脏的肌肉死掉，啊心脏肌肉死掉，然后就对死啊，心肌梗塞没较袂活的是安尼啊，啊肌肉死去啊，啊心脏肌肉死去啊，人嘛对死哈。哎、欸，好，小可好，咱啊，解释的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肌肉死掉，迄叫做心肌梗塞，唔是去脱掉嘞啦，哦，唔是脱掉嘞意思哈、啊，来，这个伊波拉是安那，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一个一条河叫伊波拉 River， 啊，你听哦，这个名是对伊波拉。River， 一条河的名，甲讲去，这个病叫做伊波拉，按怎伊波拉啦？哦，伊波拉。哦，来，这两项讲得，出来，我唔免讲啊。潜伏期，2到20天，什么叫做潜伏期呢？每一个病毒拢有伊个潜伏期，什么叫做潜伏期呢？今仔日。我去用感染到，到我发病的这个时间，这个叫做潜伏期啦。伊这个上长的到三礼拜呢，所以伊在非洲去感染到，等于到美国啊，拢无代志。三礼拜后讲，哇，系啦，你烧啊，规身骨酸痛，讲啊，对啊。啊，你知影潜伏期吼，每一个病有每一个病的潜伏期啦。比如讲，迄个麻疹。麻疹的潜伏期差不多 2 weeks， 两礼拜，啊，胃掉了，两礼拜一个发啦，哦，来直接我讲，各问一个问题，咱拢迄落拢会带囡仔去住乌龙虾嘛，对吧？哦，乌龙虾是咧住咧乌龙安那，咱这个名吼，拢好了就歹了，古早咧好名，讲说乌龙虾，来，我迄落麻疹的预防针啦，哈。啊，小儿麻痹啦，哈，有无？拢有三合一的，现在有无？吼，迄个叫做乌龙虾呢？啊，对。啊？欸，啊，就是嘞，安那乌龙，要产生抗体以前个得安那。我讲，来，这個、观点我两几分钟啊，甲咱讲一下。咱咧煮龙虾吼，咱古早咧讲哦，龙虾煮落都未出啦，对无？事实拢完全倒变咧。煮龙虾意思就是煮落要出咧，你安敢听有？哦有啦吼，煮落要出哦，啊出咱呐，出小块呢。啊，咱人吼，人去钓到这个病吼，伊即摆抗李白啊，有这个疫苗李白啊，咱产生病啊病，因为伊个病毒足少。啊，所以咱这边已经咧发，你看住掉两三日啦，行行有无？囡仔行行，迄拢咧出咧，
啊，咱身体有一个足厉害的功能，就是出了吼，我们会产生抗体。这敢有风邪，要有风我袂出的呢？观念上要改哦，唔是咧，那个祝福袂出的呢，是咧祝福出。啊，卡有抗体，啊，你以后都袂得。差不多四五十年前，有一摆吼，迄个小儿麻痹的伊个迄病毒吼，用了上强，啊，食落去安那，哎呀，发较足重，人拢小儿麻痹。台湾有发生呢，四五十张人有一摆就是吼，啊，你知影讲，啊，先那个食迄都要袂，啊，较明显小儿麻痹。吃那个药啊，注意的是啊，是要发，要出病。哦，那、啊、关键上安怎，我解释安，大家会了解啦吼。哦，就是要出，啊出小块呢，啊以后的终身免疫。啊，一般都吃那个哦，一般偌济人吃那个小儿麻痹的，真正小儿麻痹呢，因为啊，都不是迄伊的量甲迄个抗体、迄个病毒用了相当，哦。所以四五十多年发生的，啊，唔知要哪去赔。无，那对某一种的就会同几款，可是流感吼，变来变去足侪款病毒啊，变伊会变种啊，来，啊，所以那迄个较有岁人要叫你去做流感疫苗吼，你身躯若好好，拜托你紧做，啊，你若有身体咧无好吼，千万拜托你茫去做啊。你抗力、抗体、抗力一直少的时阵哦，去煮了吼，顺刷掉病。然后鼓励大家去打吼，啊，这条路啦吼，啊，因为你有抗力嘛，啊，你等你咧对咧有病啊，对咧啊，你嘿顺你个煮咧啊，稳惨的，稳死的。哦，安怎样啦吼？我即摆咧了解，甲咱解释一下吼，哦，这世界卫生组织叫做 WHO 哈。哦，这我简单的迄个头啊吼，头啊是去年的三月二日开始啦。今天啦，三月二十二号在非洲。哦，啊，我即摆无要阁讲起啦，讲个一直一直哦，一直起来。总计哦，到时总计病例。到这下，二零一四年十月时变作一万外，啊死四万几啦，吼，差不多一半死亡率呢，来，我这就拢差不多啦，到十一月十三的时万四个啦，吼，啊死亡头即摆一直少去，因为即摆吼发现着即个伊波啦吼，用迄个 AIDS。你们知道 AIDS 吧？艾滋病的药啊吼，你治疗艾滋病的药对这有效啦。啊，所以即卖死亡率一直对二分之一，已经降到三分之一，一直袂死啦。啊，是安那非洲一直死呢？非洲吼，这个所在因风俗就是安那呢？这个因岛的人来死吼，啊，就两三日啊，就安。染啦，什么啥啦吼，啊染的下，啊只啊当下咧传来传去，啊拢当，啊什么所以 WHO， 迄个世界卫生组织讲，一日来啊去台，啊袂使当下染人，哦袂使，我拢唔敢啦，因为风俗啦，啊风俗你也袂当啊讲，讲到这我搁爱甲各位讲一下，咱古早吼，那死伫外口，会使等于厝诶，是啊那袂使，啊？哦，唔是啊，死伫外口吼，古早就是讲，因的讲法是讲安那，你若死伫外口，佮转来吼，会佮掠过来去啊。古早真正安尼讲呢，啊是安那个掠过来去，迄是传染病，唔该掠过来人去。啊，因若心脏病伫外口死的，啊转来会佮掠人袂？袂啊，啊古早唔知啊，古早这个风俗是真好呢。因为你袂用检查讲，伊这是传染病，毋是？规气你死的，针头就袂当入来。但咩外口遐大，无但迄但针头的外，针头外设一个大天道，你但咩呢？这是有伊的作用。那时候是不晓得什么传染病，什么鬼怕的，那都
反正就回来就会抓人去就对了。哦，这是历史的演变的，我说这个让你知道，所以你如果说死的还不能再更正处理，没那个道理啦，心中没死的你是怎么不能回去。哦哦，这是历史的演变是这样来，我来说给各位知道。来，这是在非洲的西部啦，非洲是这样啦，这是非洲啊，对面是北边啊，刚才这个所在红的是算非洲的西部遐咧，伊无啦，伫遐尔啦。非洲其他的所在无哦，刚才这个西部遮尔啦吼。哦，个非洲的西部啊，所以即摆遐航空公司无啥敢飞去非洲的西部遐，哎，因为啊无啥爱载人啦，伊载了伊规台飞机就搁消毒啊，我隔壁所以也无爱飞啦吼。哦，啊，到即几个国家钓钓啦吼，用一个最后一个，用一个最后，哎，用最后一个啦。这个一月七日哈，哦，总计是两万几个啦，啊，四八千几个啦，哈，差不多七十趴啦，够近哦。到一月十四，一月七日，今天是一月十七，哦，十七，一月七日，全世界统计都两万个掉。啊，已经死八千几个啦！啊，非洲迄是足可怜的，揽来揽去，一个钓几条，遐死了了安尼啦。哦，啊，所以 WHO 就赶紧去咧，这阻止这个代志啦，吼！啊，讲哦，紧来随台24点钟来，啊，去甲台啊，袂使去揽来揽去哩，啊，是不是？嘿，但是要改人的风俗吼，就歹改哦，风俗都要较久长的时间，啊，豆豆改啊，那一个要甲改吼，因遐人袂接受嘛。他们哦，当地人不接受啊，哦啊，所以已经死八千几个了。迄、那个奈比利亚狮子山哦，这拢我对追一直追一直摆落来吼、哦。啊，美国头啊，迄个等于嘛死啊，迄就是去啊，啊等于三礼拜后，哎、欸，发烧啊，你咪敢讲，哎、欸，检查 Ebola 诶 virus 啊死啊，啊到尾知影讲，哎、欸，拄迄个我来讲 AIDS 的治疗迄个药啊药啊。摕迄个钓到的人，无死的人的血，血清来煮，各拢好咧，拢未死咧。哦，即摆一直啊，今年疫苗也未出来啦，疫苗也未出来啦吼、哦。啊，所以疫苗大概各国各国都开始出来了吼、哦。啊，所以那疫苗若出来，咱都唔惊啦吼。哦，这是以上即个，互咱小可知，伊波啦，吼、哦，伊波啦，唔是伊波啦，哦，英语唔是叫做伊波啦，哦，是叫做伊波啦。哦，伊无啦，哦，各位，咱对这个伊无啦，这，哎、欸，你若转迄个 CNN 的，第一条拢报这呢 ，CNN 拢咧压个咧报伊无啦，啊，这是上行的，世界上行的一个，我哦，各位去参考一下哈、哦。来，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拢总有足多啦，啊，我跟几个去来讲得哈，来。第一个，这个唔免讲个。第二个，台湾不是国家。这呐，较早听了这，听到偌严呢？是啊，我是啊，台湾不是国家。哦，哎、欸，这啊，但是的，这香港的，第一个香港的，这个我这要讲的是，迄、那个鲍威尔。鲍威尔是中东战争，伊是军人，伫中东战争，哦，足强个吼，伊拍赢嘛，啊，等于了做美国的国务卿嘛，啊，2004年，伊伫迄个北京的迄个记者会讲，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讲一个大家面拢跌落去，讲，啊，是那个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不是国家，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会怕到是啊！美国开始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嘛，咱等下再来讲。现由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代理中，美国咧叫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伊无叫伊中华民国呢，伊叫台湾 authority， 就是代替美国来管理。这个根据 SFPT 哈 ，San Francisco 旧金山。Peace 和平 Treaty 条约，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下讲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的，是这条啦。
来，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足侪条，二十七条，我要互咱知影，我等下佫整理出来。二 B， 哎，三条呢？啊，各位要记嘞，三条。二 B 爱怎样？四 B 爱怎样？二 B、四 B、二十三 A、二十三，我这三条旧金山和平条，这三条咱做一个台湾民政府的迄个学员，一定要知影这三条。你讲啥吼？啊，等下我来讲二 B、三、四 B， 啊，含二十三 A 这三条是咧讲啥吼？这哪去甲读读咧了？你就知影讲，台湾原来是安那吼？来，啊，这个有读过嘛 ？Chinese 台北，什么叫做 Chinese 台北？中华台北，哦，啊，什么叫做中华台北？咱大家咧参加迄个国际比赛，吼、哦，中华台北，什么啥啥？对，啊，咱初级班读读来，无叫袂记哩啦吼。中间先生 ，government in exile 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就是 Chinese 台北，中间只个无去啦，安那无去。来，这里做位来读一下，这里 exile， 来，我读一遍 ，exile， 流亡 ，exile， 哦，啊，那日本发音是读作 exile， 哦，日本的发音讲 exile， 哦，啊，英语，阮英语的发音做 exile，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哦，这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我较早听到这个 Chinese 台北，我老唔甘愿的。是啊，那个啊，无要用 Chinese， 我台南人啦吼，啊，无要用 Chinese 台南，啊，我都唔是内地国家内地的人呢，啊，个啊 Chinese 高雄，啊，是啊，那个就干那台北，啊，台中的人嘛讲，我是啊，那个我无包括在内，哦，各位个知影讲啊，原来这个 Chinese 台北是流亡政府，啊，流亡就爱用什么 city， 对，哦。啊、用城市的名，伊袂当讲 Chinese 台湾哦，伊来当用安尼，因欢喜死啊 ！Chinese 台湾，国际法规定都爱用 city 的名，看你是要 Chinese 台中，还是 Chinese 台南，还是 Chinese 高雄，干来当用城市的名字哦。啊，所以讲伊用台北较多啊 ，Chinese 台北哦。啊，原来是安那个用安尼，都是流亡政府嘛，唔该去用安尼，伊那毋是流亡政府，啊，咱全国上都唔知影，咱来遮读了较知影讲哦，原来就是。Exile， 以不在自己的国土的首都不在自己国土上，叫做 exile。安听有啦吼，哎、欸，啊一堆南京搬来到台北，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哦，台湾，所以国际法内底讲台湾是唔是伊个？就明确唔是伊个啦，哦，对不对哈、哦？就是不是他的哦，就是不是他的哦。伊这个是当时讲的，在2004年 October 10月25，这个鲍威尔讲的 ，in press conference 是迄个记者会了哈 ，in Beijing， 在北京讲的讲，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想有主权，是不是？讲的，咱家我拢唔敢报了哈。小布希第三这唔免讲，第四这我爱讲者，第四这较近啦哈。这是啥呢？这个小姐吼，迄、那个 Catherine 吼，这个是美国的卫生部长了吼。啊，美国卫生部是包括迄个公共服务部了吼。啊，伊伫两年前吼，伊伫 WHO 恁知影是啥？世界卫生组织是 WHO， 什么叫做 WHA？ 毋捌听着，勿紧来。我来解释哈，你们看这个公卫生部长呢？伊这个人哈，伊是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的州长呢。较早伊要做卫生部长以前，是 Kansas， 就当时做个当时，2003做到2009，哦，这伊安尼做，哦做做最当的迄个堪萨斯州的州长哈 ，Kansas。啊了，伊看迄个奥巴马做位咧做州长啊，啊奥巴马选总统了，甲叫去做
卫生部长啦吼，所以我就啊，这个卫生部长伊都爱去每当五月第二礼拜都爱去瑞士日内瓦开迄个开会，开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啊，伊伫迄个会讲的话啦吼，伊讲安那呢？来，等下等下，我讲下 Catherine 哦，伊伫日内瓦 WHA 上说。我等下甲甲恁解释，什么做 WHO， 什么做 WHA。这个 A 实际是 Assembly 的意思 ，Assembly 就是会议了，哦，会议。啊 ，O 是 Organization 机构，啊 ，A 是世界卫生大会 Assembly。哦，我跟，我等下个甲解释。迄当初啊，咱唔是咱啦，因啦，因中华民国派一个迄个台湾人诶，迄个卫生部卫生，迄阵叫做卫生署长。去参加开会，嘿，这个足厉害呢！是安那会当入去内底坐？古早阮咧去的时阵，卫生署长拢着靠阮坐伫看台上呢。是安那这个会当？原来，啊，不是，嘿，买拢袂要紧，嘿，买拢袂要紧。迄个是谁呢？较早台北市的卫生局长 SARS 的时阵去住在和平医院，迄个是谁？不是，叶金川啦，叶金川起工。你看，我会当坐伫迄个大会内底开会呢。啊，原来吼，这个美国，这有人美国，这有人小可唔甘愿来讲，是安那？伊结局是啥？伊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卫生署长啦。啊，要怎样？安尼啦，民国三四十年前就会当入去开会啦。伊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卫生署长。去开会的啦，安尼讲伊也咧澄清啊，唔知啥，用作中国属下的台湾省啊，所以这个 Catherine 哦，伊讲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联合国的国家哦，安那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家独为美国以外，恁家无人有迄个权利通解释台湾呐。干啦，恁爸会当领，唔是？伊查某会讲，哎，恁做嘛？你做嘛会当领啦？吼，哎，伊吼，啊，这美国啊，拢安尼，伊若讲个较明来讲，啊，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十三条，台湾是由我们美国占领的。哦，啊，那公安就唔得，迄阵，哦，咱就迄阵就大气啊，啊，讲话讲到遮一半钟，也无要讲原因啦，吼。那讲来，咱吼，咱局势就规个，整个就。哦，台湾民政府就看好了哈、哦。我这边个回等下回这样去丢，一号一袭击的，一在去年的那个6月7号，因为奥巴马哦，一直要实行那个全民健保，啊，你知影美国的那个保险机关几百个啦，不是纯台湾是一个尔嘛，健保局一个尔。美国的健保局是几百个啦，啊，伊要甲统合，要来统合，所以反对势力，啊，所以恁知有印象无？伫几个月前，美国咧选参议员的时阵，奥巴马呐，唔敢出去啊，伊阵民调登低啊，嘛低啊，都大家反对伊啦，反对这个全民健保啦，啊，所以伊拢坐伫白宫，伊唔敢出去啊，伊出去讲啊，这毒药来了，那时家己讲，哎，你那个马先生，你不要来。赶快！迄阵啊，登礼拜的时阵啊，伊也民调，迄阵登礼拜，所以参议员的选举伊唔敢出去啊。哦，叫伫处理，为着这礼拜啊，这个人失职呢。这是旧年六月失职，啊，换这 Sylvia Marshall， 不如这个有那查某来做卫生部长了哈、哦。这个旧年做到旧年六月，哦，半年前就死了啦哈、哦。来。我只好各位知啊，什么是 WHA， 什么是 WHO？ WHO 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是组织。那你讲世界 World 世界 Health 卫生组织，就是 WHO。什么叫做 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每当五月第二礼拜母亲节过后，那个。召开一次的大会，那个大会叫做 WHA，
A 啊，所以你若看到迄个写 WHA， 迄个是就是五月咧开，一冬才开一摆呢。哦，啊，194个，近194个成员咧开会，每冬五月。哦，我较早，我那去日本嘛，去五六摆呢。我那去五六摆，啊，就去为着台湾要加入啊，实时阵也毋是用台湾的名啦，用中华民国啦。啊靠，啊，迄阵毋知影。啊！我即摆转来，甲秘书长讲，拢嘛厉害，是啊厉害。啊，你也无较早讲台湾毋是国家，啊，毋是国家就袂当加入海事馆安尼。啊，走六七冬呢，啊，走逐日都去啊抗议要加入啦吼。啊，所以涂锦泽拢甲阮做伙去的吼。哦，啊，即去就是去啊。我头啊，我第一冬台湾长老教会总会派我去，哦，啊去啊去参观，我讲啊，你无路用啦。当地迄个，我讲土生泽是拢举一支牌啊 ，under protection， 安抗议，安个，当即个迄一日早，都特别举牌啊，行来行去。我讲，安尼，迄呾乌白，我人彩色个，安那彩色个，我过冬就开始，我员工，新来员工，我讲来，大家做伙来，迄个来佚佗，两礼拜，三日公假好哩，哦，迄三日就是要来迄个日内瓦遐个啊，遐唱歌啊。台湾转型你，台湾转型你，还是 We shall return。马加萨在迄、那个在菲律宾要造神功 ，We shall return。我那有这条歌啦，我就唱 We shall return。今年无成功，我要过来。哦，安尼哈。啊，所以其这是在我在迄、那个这彭丁时啦。哦，啊，这大会会场。啊，今年吼。我想你看不知道，你即摆知影讲 WHA 是啥？恁古早人唔知影，我拢哎呀，个会写无写 WHO？WHA 恁知影讲这是咧开会，扣关再势力，因为啥呢？那个中国那个卫生部长叫做姓高，一字叫做强，我说高强啦，伊个名叫做高强，我出来演讲呢，伊当作 SARS 啦，伊当作 SARS 的孙啦。因为台湾人的健康是我们这儿照顾的哦，我打怕哦，我怕，跪怕的阿公，台湾的 SARS 是我们在指导他们，我们供给他们口罩多少个？我老公个几多啊？根据刚刚听了，讲台湾人肯功劳，因为照顾的啦。哦，听了红会一个多，我黑姑袂恁咪少，我当站起来，站起来，咱对迄个下骹讲，来呀、啊，来呀、啊，因就是。讲白话，方言，英语是讲 liar， 讲白话的人啦 ，liar 吼，迄是讲白话的人，我那个话了 ，liar， 啊，这个你那个警察就随我来了，啊，因为我穿白衫嘛吼，啊，穿白衫，因为我尊重我医生，别人拢抓出去，那这个当面咧违反的拢抓出去，啊，伊尊重我医生，啊，我就乖乖啊，搁去甲坐咧，啊，口罩我挂咧，哦，我搁咧挂口罩，安尼啊，哦，啊，这就是迄个场面的吼。你像这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我以前哦，叫迄个报纸第一版登记的话，都我到这半年啦，两报《中国时报》跟《中华日报》两报，报第一版的吼。啊，我都去甲呛声，我都个点边甲呛讲，讲白话，讲白话吼，就是这个故事啦吼。好来，这个来啊，搁这篇也爱知影讲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是啥吼、哦？这2013年六月了吼、哦，这是当半前的代志啦吼。自由时报报的哦，啊，咱拢无去遐看呢。自由时报报的，啊，是咱自由时报报者，也是咱报者的一篇报道，报安那呢？哦，来。这个是安那开报安尼，我先甲各位说明一下那个背景。那时候是习近平要去访问美国，要跟奥巴马见面，哦，这是当半前的代志。伊要去美国，啊，迄、那个美国想想来讲，啊，一口来吼、哦，一定会要讨台湾的嘛，吼、哦，一定会讲台湾是我们固有的领土啦，往隔壁说都要搁讲遐。美国有哪足厉害？伊想将迄个二次大战的很多机密文件哦，甲解密，啊，登报纸甲刊出来，
看那看这了，讲看这了。机密文件指出，哦，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啊，这种个解密哦，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法律地位有待最日合约来解决。美国和英国虽然波茨坦宣言确实，苏俄也接受了开罗宣言，但美国和任何一个强权都没有正式承认中国聘日台湾台湾叫中国占去了。机密文件拢一直个公布，公布个习近平吼，其实唔敢讲呢，唔敢说你个偷来，人这都物件拢是假啦，所以这次习近平都没有讲台湾的问题呢。哦，美国有哪搞啦，有哪中这个生意个，台湾在法律地位不是中华民国，用一直个公告啦，一直公告，跟你中华民国拢无关啦，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没有关系。来，这最后几只，我要让各位知影，就是，迄个写啥物事？来，大家做伙来读者。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主席不按你背呢？咱迄阵也看人，大家看人嘛，感觉唔该，也无咧去注意这，也无去想深的意义。事实上，美国拢有写讲，这台湾是被占领的领土呢。哦，是那个被占领的领土。用那个独立关税领域区来讲的，那个蔡英文一阵直接做行政院副院长的款，李登辉时代啊是像，是啊一，李登辉时代时，那个蔡英文的底行政院啊，一被配出去讲，啊邓海公台湾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加入。哦，等下你等会个俄罗个讲，哎，你搞，伊讲啊，你是安那用？伊讲，啊，我知，啊，美国都讲你呐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啊，就会当加入，哦，啊，所以有加入呢。啊，原来伊个查，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 ？No， 被占领的地区，他都爱加入这独立关税领域区啦。这也迄个规定啦，世界法的规定啦。啊，所以。等下，迄阵大家也唔知影啦。哦，李登辉甲俄罗斯讲，你厉害哦。用这个台湾来当做独立关税领域区，那算讲咱台湾的独立是咪先？啊，原来是这，这人个占领地啦。安尼啦，哦，这是安尼，迄阵大家也唔知影讲，哦，足厉害，当这种独立关税领域区，事实上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被占领的，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哦，这样，所以公告加说等来，国金山历史说，国金山和平条23条写 ，Chief Occupying Power 是 USA， 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啦。不，就是那和平条约一来，不过世界迄个条约讲到台湾呢，敢那直接讲到呢啊，敢那国金山不过世界性的条约了。哦，你去查所有的条约。没有世界公约写到台湾，就是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哦 ，SFPT 讲到台湾，我讲到台湾啦，剩下拢无啦。啊，所以咱要系吼，爱根据国际法嘛，啊，这国际法就伫遮，哦，所以恁知影，台湾事实上是被占领的地区，是被美国占领，啊，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下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您看我能看得记得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政策 ，One China Policy， 无吼？哎呀，我捌看过，我想好大家看到，小蔡拜托用这个 One China Policy 来，给大家这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啊，因为伊有翻译啦，你看，虽然是讲英语吼，了解一个中国的政策，来，大家看一下来 ，Understanding。The One China Policy。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ung versu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1.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2.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3.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4.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5.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伊嘛是 credit 吼，伊啥啥，就是提供遮资料的人咯。伊嘛是 credit， 你个看，这是啥？美国有这个呢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部内底有叫做 USMGTW， 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是的，咱的直属上司是谁？美国国防部，不是国务院哦，这大家要知道，不是国务院哦。咱的直属上司，咱 TC 那个 TCC 店名是 USMG 是店名是 Defense 国防部，五 Pentagon 五角大厦，哦，啊店名他总统，所以总统国防部 USMG 啊 TCC。哦，咱跟国务院谈起来，哦，所以咱这个组织系统要搞清楚，我们是这一条组织系统的哦。哦，我一直要搞讲伊讲，美国军事政府是伫国防部内底，美国军事政府，台湾 USMG， 哦，美国军事政府 TW， 啊，这挂后边是就是咱 TCG 啊。哦啊、所以你若讲咱顶面无迄个无迄个 USMG 甲咱保护嘞吼，连叫国民党政府掠去死，因为啊，伊要甲你掠，就是甲你掠，哎，是安尼到这唔敢甲咱掠，咱的顶面是 USMG， 哦，所以伊唔敢去卡掉啦。啊，你若讲哦，台湾独立的国家，国民党明仔载马上再掠较走无路，掠较大家死了了，
啊，因为这唔敢咱遐告诉一下，因为咱唔是跟伊咧对抗，哎、欸，咱唔是要去跟中华民国对抗呢，咱是要对美国接政权呢，唔是要对中华民国接政权，这听好无？你若要对中华民国接政权，你就去做烈士，跟伊小战做烈士。必须要甲咱讲，咱是啥？先行者啦，唔是要做烈士，伊来要跟伊小战的。这咱呐观念上搞清楚，咱是要跟美国接的，唔是要跟中华民国哦。我中华民国在创啥？我不爱去啊，那不爱去，不爱跟你纳税，你也在死死，所以你也去。哦，你来大家再知影，咱的保护伞是伫遮啦，吼、哦，欸这是拄啊，食遐迄边 One China Policy 内底，啊，你讲着 PRC，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吼，以前讲 PRC 啊、哦，来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SA， 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啊、哦，来。People on Taiwan， 什么叫做 People on Taiwan？ 你敢是 People on Taiwan？ 你是不？你是吗？是。马英九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是。啊？马英九是呢，伊 on Taiwan on 就是讲住伫台湾的人呢。啊，所以所有住伫遮，迄、那个美国的迄个台湾关系法，台湾 Relation Act 吼，是对。People on Taiwan 咧讲嘅哦，所以对因走路来遮嘅马英九啦，先生啊，含咱正港嘅台湾人，拢同款，拢包括啥？住伫台湾嘅人，伊台湾关系法是讲住伫台湾嘅人。可是我们不只是 People on Taiwan， 我们还是 People of Taiwan， 正港嘅台湾人啊。诶、欸，哦，马英九唔是 People of Taiwan 哦。他只是 people on Taiwan， 我们是 people on Taiwan， also people of Taiwan， 这样听有啦吼。诶、欸，咱是正港的台湾人，啊是住伫台湾的人吼。诶、欸，来，重要的观念要厘清了吼。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架构下，日本依据我来讲第二条 B 吼，放弃台湾领土管辖权哦。回台湾主权哦，日本是无放弃台湾的主权，是放弃领土的管辖权呀。啊，美国则基于征服日本的事实，有权自行日本台湾领土是暂时占领。啊，来，一二十三条 A 哈，国际上那边 Article 是第几条了哈？有权利取得日本放弃台湾之领土管辖权，你不无放弃主权哦，伊是放弃。管辖权了、哦，哎，那时候一间公司啦吼，啊，我当处长，啊，我讲啊，这间公司我不爱去，我你来捧啊，啊，我是和你捧去啊，哦，和你去经营安尼啦，主管到尾嘛是拢我的，我无放弃啊，吼、哦，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啦，吼、哦，来。这民国来，好来，这大家爱注意一下，咱是要实行 autonomy 自治。你讲，哎、欸，台湾要自治对不？对，台湾要自决对不？唔对，哦，这、欸、观念哦，你起码大家安尼足清楚啊。台湾是会当自治，哦 ，autonomy 未当讲 self determination 自决不行，因为。嘿嘿，家己管啦，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你才会当要安那自己决定嘞。咱卖插伊，咱只讲讲的，都这块土地咱家己的，干咪使安尼？袂使人啦，哦，咱法律一直读到一直清楚讲，台湾咱是会当autonomy主体，袂当主管，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战争法观念哈、哦。来，那、啊、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那算过搞，这都要花了。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哎，对不？对，哇，那就欢喜个哦，爽啊！哦，台湾是住伫台湾人，对不？
这古早大家嘛讲对，我去胡伦社，我台南的胡伦社，过来去演讲，那问到这条百几个，大家讲对个举手，大家拢嘛举手。哦，啊，佫刷了，佫问第二条。Ambassador Hotel 就是，那个国宾呐，哈，国宾饭店。来，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无半个举手。我跟他去两个理论同款呢，我到底台湾，所以台湾是我的，是啊，那不是我到底台湾，是啊，台湾不是我的，差在对，你的主管是对啦，你到底国民饭店、国民主管都不是你的主管嘛，是别人的嘛，你到底台湾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你的，不是啊，这个台湾的土地是乡的啊，所以有一个主管唔该当讲你的，哦。啊！你也无主管，你敢若讲你住伫遮？阮老爸住伫遮，阮阿公也住伫遮，我伫遮出世的，是啊，咱台湾毋是我的。今日当然讲啊，我来住国民饭店，我住咧，阮囝个娶伊住，说说，讲国民饭店是我的。哦，啊，无讲住多久的，我一个月来住几，加住几日啊？变做我的未？未当啦，吼、哦，哎，啊，所以这些话送的啦，吼、哦。国民饭店的所有权状、经营管理权。反正是伊会帮我别人做嘛，对不？经营管理权，我拄仔只咧讲个，会当帮我别人做，吼、哦，嘿。啊，台湾的所有权状呢？啊，治理管辖权呢？哦，要从法理这边对不对？要从法理及国际条约来找了哈、哦，不要只用感情因素，还是政治语言。哦，台湾是到底台湾人啊？对不？对啊，你算句话，个翻译啊，爽啊要死，结果，哦。啊，咱即摆咱有读法律，咱一直知影讲，大家拢用感情因素咧发送的啦，吼，咧发送，咱毋是咧发送的，咱是要对法律啊含国际条约来找啦，吼。啊，无台湾即个土地到底是啥个？是啊，那是日本天皇的。啊？清头啊是迄个清朝的嘛，对无？清朝皇帝的哦。啊，清朝皇帝因为中日甲午战争是什么原因？甲午战争为了什么而战的？啊？鸦片？不是。是安那才会发生甲午战争？啊，无问题，历史上记载遐足明。等下我用给你看啊。对，伊讲了对。你看是安那呢？迄满清吼，也要食，也要掠，也要糟蹋啦吼。啊，食掠都不要紧，啊要糟蹋。啊，所以伊即摆朝鲜看到讲，这个日本吼明治维新了吼，强起来，伊的军舰啦，伊的军队啦，拢作用。伊甲日本讲，恁来甲阮管监好，阮无爱叫满清管。哦，啊日本讲，想想来讲，好哦，啊来好管。啊，当然就满清就唔嘛，啊就整起来啊。甲午战争的原因是为着朝鲜啦，朝鲜都无爱让满清管就对啦，啊，人整起来，啊，无规矩尔，迄用，满清迄用，迄一个拢无用去，拢一大句话输，啊输个订立什么条约？来，下官我甲咱讲，应该不条约是对定的，都爱讲对的名，伊伫什么设计？下官定的，所以这条条约叫做下官条约。马关条约是去了清朝咧讲的，嘿，伫什么时期定的，所以叫做下关条约。啊，下关条约，下关条约是由大清帝国大皇帝 VS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啊，封这土地是啥？封地啊，唔是政府的啊，政府是只不过是总经理尔啦。这财产公司的财产是董事长的，哦。都当首长，啊！你若干来总经理，你是我请的人呢，就是政务啦。哦，我该换这个总经理，换管理是伫当首长，皇帝。啊，所以甲午战争，你讲这个土地要给谁？靠管理人讲土地要给人，皇帝呢嘛？啊，所以这条条约是啥？皇帝，你看下关条约，大清帝国大皇帝及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对皇帝啦，哦。这是原文啦哈，来，
这拢总十一条啦，嘛大下官条拢是大个，大清皇帝陛下的这是李鸿章啊，开明镜，李靖芳吼，啊日本是迄个伊藤博文啦吼，啊含这个第一条写啥？你看看第一条，中国日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干么样？仔细的，模样啦，仔细咱叫你笨惯了。伊讲哦，那朝鲜你独立未啦？跟我无关系啦，伊唔敢插啦，啊，就是伊要让你笨惯啦。你看第一条，甲午战争的第一条写的这条呢，第二条佮写讲割让台湾、澎湖群岛啊，看倒位，还佫一个啊。啊，都唔对，都唔对，都唔对。哎，初级官无读无读。来，辽东半岛啦，三个哦、喔，下关条约写三个哦、喔，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澎湖，一个是辽东半岛哦、喔。啊，现在辽东半岛，较长无去。世界法的内底规定就是安尼 ，territory 就是袂当割让。我为遮要阁解释一个台湾不能被割让的原因伫遮啦。好、哦、来，伊吼，即摆啊是苏联啦，看后这规第几条第几条了吼，搁有一个辽南条约啦吼、哦。来，因为下关条约规定辽邦割让日本是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苏联、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逼伊伫十一月十八、伊四月十七订的这个下关条约吼，啊，伫遮针对辽东半岛签防交还，啊，这个条约叫做辽南条约，哦，这条条约叫做辽南条约，哦，所以固有领土是袂当割让哦。来，现在问题要公告台湾是啥个固有领土，还是还是殖民地？当时清朝挂台湾给日本的时，台湾是啥？满清的殖民地，哦，是满清的殖民地哦。Colony 哈 ，Colony 是殖民地，才可被割让。Territory 领土，哦，这种形容词的，是不是固有领土还是神圣不可侵犯？这东西，反正是领土就不能割让。啊，所以。台湾那时候是殖民地，所以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天皇。那时候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而将波多黎各啦、Cuba 啦、Guam 啦、菲律宾等西班牙的殖民地割让给美国为殖民地。殖民地的，而且我先搁甲各位解释一项：北海道、北海道哦，是台湾，那不是日本的土地呢？北海道是有人日本去甲迄个爱奴族去甲占嘛，甲占，啊占了，伊开始伫遐实施皇民化，教育，甲教育，吼、哦、改名，是毋是？了，这是国际法的规定啦。日本吼足厉害啦，伊有去请迄个美国的迄个世界化的专家来讲，北海道要安怎改造我的领土啦。免啦，由殖民地改造领土，北海道就是用安尼，爱一步一步去个甲教育他啊，实施教育语言啊，是不是？啊，到尾个宪法实施于北海道，北海道从此以后变成日本的，由殖民地变成领土啊。啊，所以咱拢想讲，北海道是日本的，规划着古早嘛是殖民地，伊用这个方法啊，所以伊占着台湾了，伊有做啥无？有啊，伊嘛是照国际法要将台湾改造伊的领土啦，啊有无？有改啊。啊，日本吼，有人足可怜的啦吼，伊1895吼下关条约，伊到20冬吼，吼拢是一直咧烧台呢，因为迄个卡瓦萨古到沙祖，伊都根本都完全都无通地雷啊嘛。啊！伊嘛反恐，都送了20冬啦。啊了，对1915了，啊1937才开始，要伊就是要皇民化，要甲台湾皇民化。
那个侯伯村讲啊，还民熟悉的还民的熟悉的东西有还民化啊。啊，到1945的当时4月才正式还民化，日本宪法、明治宪法实施于台湾，台湾已经变成是日本的这样领土啊。哦，啊，你若要形容是的，变成固有领土，还是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台湾是已经是日本4月才攻克了，台湾老派迄个参议员啊，什么众议员啊，去日本的，台湾已经是迄个领土啊呢，会当挂来挂去未？照国际法内底都未当挂就对啦。哦，安尼听好啦吼，台湾你讲安那什么条约来讲都未当挂啦，不能割让，已经台湾已经变成领土了。来，4月1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来，第4月初一吼，变成日本领土。迄、那个以前，叫这边是或者叫做啥？台湾人叫钓鱼，钓鱼什么南苗叫？对啦，嘿，一旦钓做功夫了呢。但是4月初一以后调的兵，变成啥？日本的皇军呢、啊？你知道，因为这是领土内底调的兵叫做皇军呢、啊。啊，较早要袂皇民化以前，调的兵叫做伊袂当做兵啦、啊，伊军夫呢。哦，所以咱即摆咱回想过去，讲啊，什么人因接啊，什么人因爸老百姓去做军夫，迄阵都要袂实施宪法的台湾，所以迄阵调的兵叫做军夫。4月初以后调的叫做。皇军，哦，哎、欸，我、啊、这是啊，这今天无时间通讲这個。迄个伫对点的吼，啊，就是迄个所在的名啦。迄、那个日罗战争，日本跟苏联战争，哦，哎、欸、嘿，哎、欸，安那战争呢？海军咧小战嘛。啊，迄个苏联的，迄个海军吼，对地中海呀、啊，我对遐调来到遮，唔知。两三个月还是几个月调来到这，日本坐伫遐咧等伊，伊也唔来到地，啪啪啪啪，一个迄个苏联足强的海军哦，迄、那个日本一暗暝就结掉了，那随投降，啊投降免啊，像清朝也无可能来这，他美国总统迄阵的总统有那是罗斯福，迄个罗斯福唔是即个二次大战即个罗斯福啦，共名共这罗斯福是共迄个姓啦，罗斯福是姓而已啦，啊迄阵的。总统那是 Roosevelt， 啊，伊家伫对呢，伫 New Hampshire， 就是这个 New Hampshire 的 Portsmouth， 你看这个名叫做 Portsmouth， 普兹茅斯 Portsmouth， 这个 New Hampshire 新啊是这个在这个 New Hampshire 的 Portsmouth， 啊，所以伫什么所在订的条约叫做什么条约？安尼啦，伫什么时期订的条约叫做什么时期条约？下关条约，普兹茅斯订的条约叫做普兹茅斯，哦，啊，这个观念哦，各位知影一下。伫倒位订的？开罗会议伫对开的，开罗，哦，哎、欸，伫倒位啊？这个观念啦，哦，啊，这我都不爱讲啦，因为，别日啦，你若做遐吼，我得较侪小可知影一下，就是这个北方四岛的问题。北方四岛吼。我用纯正来讲，这个北方四岛这几地，这两、三、四，这四地叫做北方四岛。啊，日本的首相捌去甲苏联讨，讲啊，你这北方四岛伫迄个国际山和平条约无讲到要互你苏联咯，就是山和平条约无讲到这個，啊，是安尼你讲占伊要甲讨转来，啊，伊到尾想出来理亏，讲安好啦，迄、那个一半行李，咱都安尼啊，无两地行李，按两地我的啦。两地是甚物两地呢？这两地行伊啦，啊，这两地吼，我的啦，我的啦，吼、哦，我苏联有够有够，吼、哦，你看，迄两地细地一个100公里，一个25，啊，剩的拢1500、3000几的，迄两地当然日本咩，把你那边偷这吼、個，爱靠台湾民政府呢，这个 Commonwealth 台湾去偷这個呢，因为真的日本政府吼、哦，唔是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呢。真的政府是和平宪法以后，麦克阿瑟甲定的迄个和平宪法，诶，日本政府，啊，咱这是正港，台湾是正港
明治宪法内底台湾呢，哦，啊，你来考咱呢，哦，这是按我看嘛，我讲一下，各位知影讲，这个北方四岛，还可是日本天皇的啦，啊，只不过是去哦，苏联占去安尼，吼、哦。啊，开罗宣言哦，是安那个中国、英国跟迄个蒋介石三个尔，斯大林是安那无参加，唔是，就是斯大林讲。然后迄个蒋介石底下，恁爸母爱参加，真正是安尼啊！啊，所以吼、哦，开罗会议开了过日，过日，谁刷去倒？刷去德黑兰，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啊，蒋介石倒去，啊，因两个佮走去德黑兰，啊，斯大林佮落来，过日了吼、哦，啊，佮开好做德黑兰会议，哦，啊，内容一模一样啦，哦，啊，都伊来签讲啊，这是德黑兰会议。哦，啊，这个，那英国吼、哦，拢想讲开罗会议是定时的，那英国拢想讲是，这个，因为过日吼、哦，过日在二八到十二月初，因德黑兰会议，英国拢认为开罗会议是这日的，因为内容一样，啊，所以你若看英国的文件吼、哦，伊会写讲十二月初是开罗会议啦，哦，原因伫遮啦。哦，是啊，哎呀，开罗会议的时间都差三天啦。开罗会议的时间是十一月二七嘛，因为二二到二六开会，十一月二七叫做开罗宣言呐。啊，十一月二八他开始，十一月二八他开始，哎，你回到十二月初，啊，所以德兰会议是十二月初，所以英国拢一直认为开罗会议是十二月初。哦，即我甲咱说明一下，反正你会讲，啊，叫做根本都是十一月二七，啊，开始讲十二月七，诶，原因伫遮啦，吼，来。哦，这是迄阵历史世界大战时阵诶代志啦，吼，即十一月二七是开罗宣言，十二月七是德黑兰会议，啊，四月七是日本天皇下诏书，哦，台湾是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固有领土。啊，来哦，这是参考啦，吼、哦，迄、那个1944年，迄个6月6号，立内诺曼底克大登陆，吼、哦，是吧？1944年6月6号，哦，啊来，啊，44年，啊到过冬的5月，德国就投降啦，啊，日本较勇哦，去到8月15号才投降啦，吼、哦，伊5月7号就投降啦。啊，波茨坦公告，来，您们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我甲咱讲者。您以后若讲到波茨坦公告，哦，波茨坦宣言是咧讲啥？波茨坦宣言就是咧讲对日劝降书，因为迄阵德国投降了嘛，啊，开始因咧几个啊讲好，咱来开一个会，啊，来互日本讲，哎、欸，你若赶紧投降吼、哦，你的军队我拢放你倒去，啊，你的工厂我也无要甲你炸，人民拢甲你安那，波茨坦宣言咧讲这啦，内容都讲这啦。哦，拢伊讲，所以叫做对日的劝降书啦。迄个日本天皇到位伫8月15号安怎讲呢？我接受波茨坦宣言，是安怎开讲啊？我若解释这句就知影。我接受波茨坦宣言是啥？就是我接受投降啊！哦，接受无条件投降。哦，阿连在连在这过程哦，日本天皇无讲啥物，我接受波茨坦宣言，就是8月15号宣告啊。哦就是这条了，潘文呢？这条的第八条吼，这条的第八条写啥呢？波茨坦宣言的第八条写讲吼，尊重开罗宣言，内底有这条在啊。但是开罗宣言以后伫旧金山和平条拢无讲到，拢无讲到，什么琉球是中美共管，后尾也无中啦，中都遭罗兰，啊，所以拢美国独占哦。开罗会议啊，那一直即卖在讲哦，开罗宣言是啥物？台湾给哎，那阵咱两个看面咧小阵讲，哦，别日啦，因到咱来个占来，是不是？啊，别日啦，咱，那是家己底下咧讲个尔，也无国际条约啦，所以台湾唔是中国个啦，哦，靠近美国嘛，要好啉哦。哦，你知波茨坦宣言哦，就是安尼啊，即、這个来。这个第一个原子大战在那个萨基是8月7号，哦，啊，8月7号开始那个萨基了哈，希罗西马，啊，那个萨基，啊，才是美国有那这两粒的啦，
啊，日本天皇想讲，哇，这若阁加一粒来吼，啊，都唔知要阁死了，这死了拢几十万呢，惊着，哦，啊，算是无啦，无原子弹的啦，吼、哦。哇，这苏联吼，那讲到这，哎、欸，日本跟苏联跟德国在战争的时候，我去跟后边日本讲，哎、欸，咱两个来签迄个互不侵犯条约哦，哎、欸，迄条约适当。哦，啊，三当搞德国导航了，要个跟日本是互不侵犯条约，要个一当了呢，伊现在不管了，真容易，伊后边无后顾之忧了，伊个真了，东北叫随机的退去了哈，是啊，东北个现在，东北个日本皇军哈，两输足用的皇军哈，嘿，我听迄小迄个讲的哦。迄、那个日本皇军哦，是拢日本遐迄个什么剑道啦，什么乌道的迄来日本诶皇军呐、啊，住在东北那些日本皇军呐、啊，啊，足用个啦，小怕小整，什么现在拢足厉害。迄两输掉去底呢，你知影？因为迄阵美国，听讲美国要来接，要来登陆台湾啦。哦，有无？迄阵都讲日本要来登陆台湾啦、啊，伊赶紧将迄两输甲调转来台湾。哦，迄阵阮台南吼，我迄阵是五六岁啊啦，哦，调转来台湾，咧收台湾呢，到尾堵塞，伊拍到琉球去啊，啊，遮足勇的皇军伫遮堵塞啦，真正拢无阵着啊，啊，无东北个向经济个苏联占去，咱东北抗赢，所以苏联出兵出来，啪，东北一打鼓啊！那咧怕什么咧？那都无抵抗力啊！哦，迄个因咧满清政府都底下做迄个啥？伪满洲迄个无抵抗力嘛，因为遐皇军特地来台湾，想讲要跟美国扯平啦，结果美国去打乌克兰话，无来打台湾。哦，就八月九日时候发动八月风暴，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当时满中国在并夺的孤月岛全境，就是。啊！都中国东北都是满洲国，这个拢无抵抗力嘛，皇军拢彻底来台湾了嘛，哈！伊伫这个进程，八月七号的透过瑞士及瑞典向中美政府说，就会接受，伊要接受波茨坦公告哦，哦，这多少说明过了哈，这是只要好事。啊，到八月十五七点，甲这回同时宣布日本已接受日本。啊，接受日本导航了吼，所以波茨坦公告是劝降书了吼，唔免阁读伊个内容就是讲啊，你对我啊，互你什么，互你优惠啊，什么唔甲你砸啊，人拢互你等于你个军队啊，拢互你等于啊，什么啥啊，日本听啊，阁原子弹来啊，日本天皇听来讲啊 ，OK， 接受波茨坦宣言吼，加德，哦，啊，这是麦克阿瑟，这是一般命令吼。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哈，弄到十三条了。啊，第一条下讲接受投降的分配哈，中国的满清除外了哈，满清没有乡呢。啊，来，中国、台湾及北越三个所在，和蒋介石去接受日本军的导航，这三个所在。啊，迄、那个满洲嘞，和苏联，跟北韩和苏联去接受啥？接受日本军的导航呢？啊，台湾也是接受日本军的导航呢。哦，像蒋介石啊，从那啊来满洲三十八度以北是朝鲜孤月岛，苏维埃在高等就投降，像诶、那個，啊加啊，从那吼耍来足多啦吼。哦，什么对要像啊，对要怎啥，大家拢占了几个月啊，拢等于，干呐，即颗 CKS，C 点唔定 ，C 点定定。CKS 就是蒋介石啦，哈，哎 ，C 点定点到啊，我们都唔走啦。系咱台湾人上可怜的，咱台湾人上可怜。剩嘞，伊足侪吼，菲律宾啦、太平洋、越南啦，什么，到位，大位拢有派兵去派英国军啦，去接收呢，是。啊，人大家拢无偌久的，拢哎，当时吼，哎，搁一个我看看听，来。蒋介石有哪有去北越呢？伊在台湾北越，哦，阿含中国是蒋介石，阿北越有去无？有了，
有派迄个卢汉带二十万的军队去遐六个月，啊，因为遐吼，迄个咧基因啦吼，啊，佮伊啊，扛共山东的时阵，所以半冬后伊就甲调转来。啊，台湾咧，吼，台湾米啊，有糖啊，有大项有，迄啥，伊较要走咧，唔走啊，啊，那越南、北越吼，伊是随走，因为无通食，遐咧基因啊，所以北越伊二十万军队随调转去小镇。哦，吊灯看从山东小镇较怎么输了吼，伊安安节节也有做转进的吼，因无讲输呢，中迄国民党足厉害，因拢无输，因拢转进的啊。啊，咱台湾人实有够可怜的吼。哦，啊，这啊，迄阵推出的代表，哦，什么人，什么人，台湾代表人士林片同志，你某些啊，这拢死啦，这拢死啦，这拢死啦。哎，拢叫二六八死的啦！啊，你欢迎伊遐，拢二六八太太死的，有够夭壽啦，有够夭壽。哎，三月二五结束，迄是终战日呢，唔是光复节呢，吼！哎，爱拢讲光复节啦，吼！哎，光复节，别日啦，十二月二五做愚人节，哎，愚人节，哎，啊，四月初一卡。行宪纪念日，吼、哦，哎、欸，真正有行宪的啊！哎、欸，伊迄个宪法唔是跟咱台湾无关的，伊个中华民国宪法无包括台湾呢，哦，伊宪法讲的无包括台湾呢。啊，这张就是，迄、那个1946年，用一张公文讲，那恁家台湾人拢变作中国人，这张公文安就变作，啊，这违反国际法，国际法讲要变作。要国际变更，应该符合自动、意愿、合法三个原则。啊，无伊干那一路公文呀，都互咱变作中国人了呢。哦，啊，迄拢，所以咱变作中国人，这无合国际的规定了哈。咱还不是中国人了，我们还是日本台湾人了哈、哦。日本台湾人。下关条约。哦，这是迄、那个，这是迄、那个伊用的啊，迄、那个。来来来，加英国吼有抗议啦，英国跟迄个美国有抗议，英国在上外交部上声明，台湾人员国籍是大使馆第一这边就讲，并记得并奉本国外交部最主信令指示，在英国大使馆哦，关于台湾导致移转中国事，英国政府以为仍应按照1943年讲习耶，十二月七日咯。英国拢讲十二月七日，啊，咱接下来熟悉，这是波茨坦的，开罗是十一月二七，哦，十一月二七，啊，但是英国政府拢写开鲁宣言是十二月，这英国的下来文章，啊，应现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移转中国，应后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或其他正式外交手续后可。因此，台湾虽已成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英国咁呢个东西哦，来，啊，迄、那个蒋介石答讲哦，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暂时告进几要几百吨嘅，五六十吨，我迄暂时嘅啦，几十吨拢迄种暂时嘅啦，吼，伊这明明都讲是暂时嘅措施呢。把咱改做中国人，那是暂时的啦。我想，我要用一张图给各位看一下。用一张图，最后来做这张图公共的结束。哎，小蔡，你准备给加找一张那个。就卖叫就接那张，你遐找会较紧袂？哦，这张，来，这张是啥？这是吼、哦、第十三任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这是总统府内底的，这卖叫啊，所以是伊的第二迄啦，伊第二任啦。啊，这是哦，所以是连任的孙啦吼，的就职典礼。啊，迄支是啥旗啊？啊？啊？迄支是啥旗？我用这张票各位看吼、哦，
就是恁都爱思考伊个思考，麦研究是有国际法的人呢。他对这个台湾民政府的理解，伊拢理解呢，国际法的规定伊拢理解呢。当时美国去伊拉克咧战争，伊拉克有几百个民政府呢，到尾要哪建？建伫美国迄、那个，啊，在三个啊五个迄、那个，迄、那个当来。伊拉克做接见官呢，来，伊即个嘛想讲，伊也要做迄个中华民国民政府呢，伊也要做民政府，用这个旗啊，就是要做民政府啊，伊个旗啊啦。哎、欸，你茫看讲，乌白合成个是不是？有目的啦。来，什么人去告美国？讲告美国个，告美国讲台湾是。林志升抓二八个人去告美国政府，宣判说台湾安那安那一五条哦，一五条，把你那叫上去讲。台湾呐、啊，绝对叫林志升去接的啦。所以我用这张给恁看，讲，哎，恁哦对了就对，你听我来讲的意思，恁对对就对，对了对，因为啥？啊！你那已经是咱进台湾民政府生过来的囝呢？哦，做台湾政府啊，做美国台湾政府，什么什么政府已经四五个啦吼。嘿啦，哎，对对，但是迄种假的啦，到时也是就是指名林志升这个搞这个台湾民政府，所以恭喜恁啦，对了就对啦吼。我用安来做，今天安尼到这结束，谢谢。